去年的时候，他们又施作了一个功法，就打了一个地锚，希望能够解决乐生的这个走山的一个危机。但是捷运局的这个功法依旧没有能够处理，就是乐生走山的这个状况没有办法停止下来。乐生疗养院的一个裂缝，好，无论是在旧院区或者新盖的医疗大楼，都产生了相当大的裂缝，让院民或者是来就医的民众都没有办法安心。那在去年年底的时候，我们也向马英九总统陈情，请他救救乐生。那马英九总统他也表示他听到了，他会处理，也当下接受了乐生疗养院我们这个议题的一个陈情的报道。我想乐生青年刚才外面也有这样的声音，有希望重视，希望马总统重视他们的声音。好，谢谢。资料等会儿给我好不好？对对对，谢谢你，我会回去好好看啊。对不起，谢谢哦。我们下一个问。好，我们希望。我听见了。希望马总统重视这样的声音。我会听见了，你资料给我，我会回去处理，好不好？我让我看了以后来决定怎么处理，好不好？他们希望可以召开跨部会协调会议哦，这样的声音我想把总统叫了。是，我听到了。我们请下一位。如果需要有开跨部会会议，我会来要行政院来开。下一位。刚刚提到就是说它的风险比较高，而且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呢，它是在一个断层带上面啊。那断层带的一个特性呢，就是说它的行为是很难预测啊，所以我们必须在一面施工当中呢，一面去从这个监测的结果啊，了解它产生的一个行为的方那个趋势啊，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去回馈检讨我们原来的设计是否恰当。那后续捷运局他呢又提出了一个所谓明挖覆盖的工法，那但是呢这个明挖覆盖的工法在施作上是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，因为它还要大规模的再继续向下开挖。那一现在乐生疗养院的状况就已经在持续的走山了，各位可以简单的想想看，如果现在还要再往下挖，那整个走山的问题将会更严重。所以认为说是长期性呢，有些必要再做更审慎、更严谨的一些考量。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，我们在这段期间呢，也做了一些评量跟相关的一些，假设能够把这一段比较高开挖的，也就从这边来看，比较高开挖的这一段，假使仿照一般的都市里面的一些隧道的施工方式呢，我挖开之后呢，再做个隧道啊，把它回填再覆盖起来嘛，它的稳定安全性呢，会比原来我们所认为可以接受的那个方案呢，原方案呢，要提高很多很多。我觉得有一个画面，我到现在每天晚上入睡的时候，其实都还是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头。我记得有一个阿姨的房间，她的床在旁边，她的床的旁边就有一大道裂缝。我觉得说，我们台湾这个社会已经很对不起这些乐生的院民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居然还让他们的目前还生活在这样子的一个危急的状况之下，然后我们的社会基本上还没有任何的回应，我们的政府还没有任何的回应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今天真的是非常的反讽，真的是后面就是内政部，前面就是急诊部。我们什么时候再不处理的话，我想基本上连送急诊部的时间大概都没有了。希望那个李鸿源部长能以他的那个防灾专业，重新为乐生院做国土规划。李鸿源李部长他对外宣称他具有一个国土安全的一个专业，一个防灾的专业，那我们当然就希望他能够秉持他的专业领导我们的内政部，那技术的要求捷运局能够进行这个土方的回填，至少先把乐生目前走山的状况缓和下来，然后救救乐生目前危急的一个状况。那我们更可以看到旁边马英九马总统，他在选举的过程里面，他也不断的对外宣称他是一个重视人权然后讲求诚信的一个政府，他希望可以营造出一个清廉的一个状况。那但是我们希望他选前的一个承诺
选前表示他听到了他会处理热身的议题的这一个承诺，他能够达到，他不要只是空口说白话，否则我们会持续的提醒马总统，他应该履行他的承诺。热身安全，热身安全，总统负责，总统负责，土方回填，土方回填，救救热身，救救热身。那现在热身两院同样是一个敏感的一个国土，那我们希望内政部他能够秉持他国土规划的一个能力，然后重新来思考乐生疗院这个地方到底适不适合做大规模的开挖，那捷运局是不是应该承认他当时选址的一个错误。但是今天整个地锚的一个拉力已经超过了，他原本设计60吨已经足足超过了30吨，但是这个工作还要继续做下去吗？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问题的。